拜，这一世我直接出生在一个红沙地带，这是我的第三条命。哈哈哈，三世轮回，这是我的第三次转世了。这一次运气还不错，给了我一个还不错的胸甲。这个胸甲没什么属性，但是防御力还行。再加上这里，兄弟们看到了没有？萤石，但是我需要吗？我不需要，老子有桌子，老子有桌子，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挖掉。哦，我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我可能被传染，我可能已经融入这个里，渐渐的开始缩上了这些个川普。哎，我这个川普很不标准，不对，四川话什么川普？呀呀呀呀，这什么呀？幸运井，哦。掉苹果了，这是食物吗？太好了，我来总结一下咱们昨天视频里评论区就跟我说的一些话啊，看到了一些非常恐怖的人，他们非常的变态啊，告诉我啊，叶枫啊，其实你不用做家，你也不用做什么转化桌，自己做方块的，我可喜欢你在野外开野生的了，因为野生的好玩好看，点赞还贼多。我想问一下你们。真的是就喜欢这种 野外寻找的感觉吗？不喜欢我做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开吗？那咱们先野生几天，我先浪几天，我看你们什么反应啊。反正我看不少人这么说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意见，但是那已经是大家的意见了，所以我心里大概也是有数的啊。没事，你们喜欢就好，我无所谓的啊，我怎么玩都是玩。大家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，随便评论一下，给叶枫哎加点播放量，谢谢各位了。这边我们做点装备，头盔、裤子，再来双鞋。桶的话，哦对，我有转化桌吗？我怎么听僵尸的声音呢？别吓我，那有头猪。先卖一下这些东西，哎，都卖进去，卖。然后装备拿出来穿，桶我们拿一个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还是听见僵尸的声音了。这就是有僵尸，我脚底下不会有什么矿洞吧？兄弟们，看到了没得？看到了没得？看到了没得？这里，有一个水系方块，干啥呀？这水系方块啊，是不是要给我来个水系鞋呀？兄弟们，瞅着水系鞋子，红裤衩，行，今年我雷老虎是本历年，对吧？我雷老虎穿个红裤衩，怎么了？我本历年不该穿吗？该穿，我还要穿红袜子呢。看一会儿有没有红鞋的。这里有一个东西，兄弟们，蓝色的方块。我还是说普通话吧，这样还能让我的粉丝学学普通话。对，兄弟们，就咱这反应，你觉得我会出意外吗？不可能。野外的方块是真好啊，啥时候挂的都不知道啊，太吓人了。这里有一个透明的方块，我现在情绪有点紧张，我有点害怕。开呀，透明的钥匙，开完啥也没有。前面这可是好东西，兄弟们，这绿宝石方块野外很难遇到，如果我有精准采集一定把它挖下来。哎，羊啊，羊就算了，萤石我拿点，虽然我不知道我会拿萤石干什么，总觉得有点用。呦，彩虹兄弟们，哎，瞧那个小彩虹方块，他一脸想炸死我的样子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什么大话。如果没记错，我第二世轮回的命就是被我一句什么"你奈我何"是吧？就我昨天录的视频，我记得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一句什么"你奈我何，奈我何"，然后我就没了，是吧？咱可不敢说这个，咱得舔他，兄弟们，说点好听的。哎呀，七彩大爷，您真好，给点好东西吧。兄弟们太吓人了，他给我开了一堆老妖婆，这玩意儿可是会扔药水的，非常恐怖，也非常危险。前方是花海地带，哎，不过这里有一个幸运方块，这是一个百墨大三角，藏在树林里的，绝对是好东西，信不信？好东西 ，I love you, baby。Carta， 贝。这边掉了一个信标，你们知道吗？信标价值好几十万，仨瓜俩枣，48万 ，yes。